没办法，知道吗？那您这身体肯定是，您这是……那我身体相当的棒了，原来是棒，原来敢跟任何人比，哎。是，那您这是运动员的材料。啊，运动员呀、啊。嗯。可以这么说吧。您这个儿也行。那当然了，你要说拳击那会儿，如果那会儿没有这种项目，也没有那个想换，要拳击什么的，这我应该也。那您属于那会儿是重量级的那会儿。啊，那当然了，我这还有好多这过去的照片啊。哎呦，您这当年真是，哎呦，让我感觉到一句。飒爽英姿啊！当年我没有那么飒爽英姿啊，我就是那个玩枪玩的也放着，练习就是能保卫自己哦，保卫边疆，是吧？你最起码你要跟苏联人打仗，别他妈嘣一枪就完了，我单手都能打枪，就是半纵、自动步枪、炸手枪，我有好多照片呢。哎呦，那您打那枪也准着呢吧？当时。还可以吧，嗯，最起码我在我们团里边也算是可以说是优等射手，优等是一对，是，而且那当时您要跟那个，比如说当时要是要打仗的话，还锻炼什么呀？你锻炼你还得干活呢，嗯，不是说他们那会儿一手拿枪一手拿镐那种劲头，是不是？人真棒，跟现在没法比。是，现在我看任何人工作，我都觉得挺精明的。真的，跟您聊天真是长知识。金矿、煤矿，全都干过我们武装连。您，那要挖出金矿来，那当时没有人偷吗？嗯，当时挖出金矿，没人偷。那会儿都是那个，我们全都是上金矿帮忙的。我们走到哪儿帮到哪儿。我们武装连那叫什么自负盈亏哦，不过我觉得挺功的。嗨，大爷，这想开了。我就是想开了，我不想开了。干了半天还白干，而且您还那会儿您还能干呀，您一人得顶两三人的那个。那没问题，我们还修过修水的发防洪堤啊，防洪堤，那个说句实话，那铁锹在我手里边，嗯，就是那种自个儿做的铁锹，你看您这手劲儿，我手细，小细胳膊细腿啊，就是有劲儿发出去，然后从这门这儿甩到那个地儿，然后再堆起来，堆方那一天得10多方。哎呦，真的可以说不叫人干的活，知道吗？